画画也是会很好玩的，等到你那个。挂到一段时间哈，双宣，双宣，能够随心所欲的时候，高兴，完整的透过去，不到三十分钟就一张，这样才叫画，超过三十分钟那就不是画了。那你怎么听得懂？因为他在那个服务业里面，可是我就很听很多，这个就是我的感觉，就很藐视。藐视。要不然我们十年的东西，其实每个人的做法，在我们那个方面，就是明老师哎，你们不可以来看，现在正好看的时候呢。一分钟没有看就画好了。一道。
几个协会了，什么时候讲？下个礼拜再来，我跟你讲，还早啦，他是7月29到8月4号哈，他要传报，就那个时候传报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去先把它打一打，打上去，然后我要传上去给他，我要传上去给他，要用传的，现在都是对啊，用传的。我还不会传，他叫我传。